黄昏市场，彰化市的黄昏市场。前面大马路是中正路，你跟了那边，你给他开一袋，哎。看起来都好好吃。我等一下来拿。谢大娘哦。哇，东西蛮多的啊，都是熟食。啊，卤味啦，这些最多哈，那个醉鸡、冷鸡、咸水鸭。这边是蔬菜区。好的，对，好的。
好，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。